今天我告诉你啊，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啊，咱们小区从今天开始禁止一切车辆进入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咋这么严了呢？你不知道啊，就在刚才啊，隔壁的小区一个车差点撞到一个女孩。哎呦我的妈，还好没酿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啊，但是这提醒了我们，所以啊，从今天开始咱们小区禁止一切车辆进入，一旦发现车辆进入啊，罚款你50元。明白了，没问题。来，提示标语一会儿贴上啊，贴到比较醒目的地方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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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脸啊，哎，我刚才说那些话是不是都记住了？都记住了。好，经理。非常好，一定看住啊。放心吧，绝对看住。哎呦，非常好。就我这敬礼都我们经理教的。哎哎，站住！别动！干什么呀？小样，让我抓着了吧？看着没？路子，想罚我50块钱是不是？那个、来，你给我下来，来，你下来，不是，你下来啊！小样，非常好啊！我刚才就是想考验你一下，做的特别好。考验这样，我把车呀，这就先停到这儿啊。哎，然后呢，我晚上下了班，我再过来取。啊，行啊，帮我看好啊，太行了，得回呀，经得住考验，哎，是不是？你就这么认真的干，哎，啊，以后工资还得涨。放心吧，田经理，别整那没用的了。嗯，啊，车开好就行了。好嘞，整那没用的。哎呦我的妈，啥？经理真有劲儿。看着没啊，咱得贴上他标语是不是？保安，哎，咱就得服从。你看看，哎，一切车辆禁止入内。什么叫执行能力？这就是执行能力，对不对？一切车辆禁止入内。朋友们，就但凡我有点脑子，我想一想，你这它是什么意思，你得理解上去。一切车辆禁止，一切车辆禁止，但凡就是有个你带轱辘的，你就进不去，对不对？哎，干就完了，站站站站！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厉害了！车都给我干飞了，都要啊！什么是我干飞的？不是你干啥挡着不让我进去啊？那个外卖小哥，我要给你解释清楚，我们小区新规定，看着没？一切车辆禁止入内。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哎，还有一条，如果你要进去了。我要是没看住啊，罚我50块钱呢。罚你50呢？嗯，破费了啊。行，你给我站着，站着。什么就破费了？不是你那老拦着我干啥呀？啊，那我上午来你那小区送外卖还没有这个呢。这不刚贴的吗？刚下的令，一切车辆禁止入内吗？不是那个，哎哥，你这样，你放我一马。我是保安，我不是放马的。你这是。不是，那我下回注意行不行？你这回让我进去吧，马哥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说话你给我注意点。说错了，你不能因为我长得像啥你就叫我啥。我是你脸哥。你这啥玩意儿都往自己身上揽，算上。行了。不是，那你关键我顾客点单了，你说我咋办？我怎么送啊？啊，还有啊。啥叫一切车禁止入内啊？一切车禁止入内，这啥意思啊？理解能力差，是不是？说明啥呀？脑子不行。你看咱这理解能力，就说明一切车辆禁止入内，就是说带轱辘的就不能往里进。不是，站住！咋的了？他能进不？那个，你要干啥去啊？我回家呀。回家你？你先别回去了。咋的了？就那个小区，一切车辆禁止入内。我这箱子，带轱辘的就不行。啊，那你费心了啊。哎，这家伙反应，这小伙子反应快呀，这小伙子。来，你这么的你也学他，
来，你给他绑起来，来，你往里走，来，你要绑起来，我就让你进来，你走，来来来，来，走。这我也绑不动啊，这样。那你说车咋整啊？小伙子，我是这个意思啊。啊。实在不行呢，你把车停这儿，然后你人进去送不就完了吗？我车停这，人进去，东西咋整啊？东西，那你就放在这儿。你放那不丢了吗？丢了你就全抱着。那抱着我也拿不动啊。拿不动你就拿一个出来。拿一个，那我的东西咋整啊？那你就把车抱进去。车我抱不动啊。拿一个。拿一个我能拿得动了吗？拿不了你就全抱走呗。全抱走我抱不动。你抱不动你就拿一个。怎么拿一个呀？这小子多吓人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站好，别动啊。不是，这小子太吓人了。聊聊天给我带进去了。啊，我跟你说，街坊邻居观众都懵了，寻思台上怎么没有演员了呢？这啊，不是再往里闯，我告诉你，我可罚你50块钱了啊！不是大哥，你知道我给谁送不？你罚我钱呢？给谁送也不好使，知道不？这就是我们物业的规定。不是，你信不信？我跟你说完之后，你都能帮我送上去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给我提人是不是？你提谁咋提谁好使啊？啥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看着没？啊，俺们经理的电动车，就让我给拦住了，自己走进去，车停这儿了，提谁也不好使。不是咋这么倔呢？不是你不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儿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哥呀，我就实话跟你说吧，在你这个小区里面啊。有一个10岁的小姑娘，平时呢她爸她妈呢都不在身边，然后这个小姑娘啊就自己天天吃方便面，天天吃方便，最后吃的营养不良，厌食症了。你说我一个送外卖的，我把外卖给她送上去，她吃口热乎的那啥样啊？就不能有点爱心吗？啊，怎么就拦着不让我进呢？啊，兄弟啊，那啥，你先别说，这可能是我的失职。哎呀，我这工作3年了，你说我都不知道园区住着一个这么特殊的业主。别闹心，别难过。你这样，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呀？得了厌食症的女孩叫倩倩。倩倩，她住哪儿啊？4号楼3单元201。4号楼3，音乐你听对啊你。我发现点问题啊。4号楼3单元201，他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点的是啥？他，哎呀，这怎么就还问问？他点了一个肘子，俩鸡排。3个豪华鸡蛋灌饼，就等会儿，发现问题了。什么叫3个豪华鸡蛋灌饼？加蛋加肠呢？我天！就这些，还有了吗？啊，这个主食这一块就这样了。那这个喝的呢？点了一瓶大素，2瓶凉茶，没有了吧？3个环头罐头。行了，啥也别说了。我知道，来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打个电话啊。不是你这啥呀这呀？哎，倩倩呢？你这样，你来一趟我们这个东门这个保安亭，啊，我有重要事要跟你说，好事儿，就老好的事了。你来吧，快来吧。哎，哥，你干啥呢？我给那个什么得了厌食症那个小女孩倩倩打电话呀。你给她打电话干啥呀？让自己下来取呗。什么玩意儿啊你呀！站！控制！我跟你说，哥打电话是为了你好。你不用说了，你这50块钱我给你啊，我自己给他送上去啊。不，上一边！兄弟，干啥？你这，你考虑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让一个10岁小女孩自己下楼取啊？卡了碰了咋整？卡了碰了咋整？我就这么告诉你吧。这个10岁的小姑娘
他要是卡地上了，我都得心疼地疼不疼。啥意思啊？哇！好，好，闭了，闭了，关了，关了，关了。不是，还有心情唱歌呢，还有心情唱歌呢。哥俩，你不找我有事吗？你打我干啥呀？哎呦，你别慌啊！你来了，这人就全了，局面特别好。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互相介绍一下啊。嗯，他呢就是你从未谋面过的外卖小叔叔。你，他就他。就是得了厌食症呢，得了厌食症呢，得了厌食症的小姑娘，倩倩，来吧，就互相认识一下吧。无知啊！听见没？听见没？说你无知啊！说你呢？怎么这？这说上我了呢，太有意思了啊！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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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玩呢呀啊！咋的了？你说啊，就是为了不让我送外卖到你小区里骑车啊，找个人糊弄我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倒找个像的呀啊！我说是十岁得了厌食症的小女孩，你给我找一个暴饮暴食的中年油腻大叔干啥？哎哎哎哎哎！我是青年油腻大叔。哎呀，那个腻不腻我先不管啊。那个我点的东西呢？你点啥了？一个肘子，两个鸡排，三个鸡蛋饼，一个大硕，两个凉茶，还有三个那叫什么啊？对，那罐头，黄桃罐。看着没？这回明白了吧？你真的是倩倩姑娘吗？我不是倩倩姑娘，我是倩倩大哥。哎呀，不是你这逗我玩有意思吗？啊，那个，再一个你营养不良吗？啊，我没逗你，你听我说啊，我骗你呀、啊，我是小姑娘是假的，但我得厌食症是真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在我面前说你得厌食症了，你家没秤吗？啊，不称称吗？有。压坏了！哎呀，那个，你听我跟你说呀，这，我不行，你一天送外卖挺辛苦的，还挺枯燥的，我和你互动一下子。我不想跟你互动啊！哎呦我的天啊！你说我一天送外卖我多少活啊？哪有时间跟你互动啊？保安大哥不让我进，不是，还有一个跟我互动的。哎呀，行啊，就不说别的，你小区还有一个订外卖的，我现在我都送不进去。行、啊。我给打电话让下来取啊！这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这啊，还有这样，下回注意，不能这么闹啊！不是，你不开玩笑。哎，我是那个送外卖的，在你这个小区门口呢，让你们这个保安给我拦住了。啊，对，还有个跟我互动的啊，我进不去了，那个麻烦您了，您下来取一下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就像你跟我闹的。行了行了，我都不知道叫啥了。开玩笑，你别急眼子啥？你看你老急啥眼呢？不是谁呀？哪个保安？让进呐！他玉小脸，他哎，这回热闹喽！玉小脸，玉小脸，哎，看好了啊，秘密来了！我看你是那个坚守那个你的职责呢，还是你选择爱情呢？你选一个吧。怎么回事啊，玉小脸？我选择。你给我上一遍，吓死我了！你这家还起个范儿，你吓死我了！我的妈，老妹儿啊，是你订的外卖吗？叫谁老妹儿呢？大姐，是你订的外卖。叫谁大姐呢？大姨。谁是你大姨？亲，上一边亲亲。哎呀，兄弟，没事吧？哎呦我的妈！这手劲太大了，哥！干什么呀，于小脸？我比较敏感。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哎呀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不是不让他进，你说这在园区新规定，一切车辆禁止入内，是不是？我得遵守这个规则呀。我是保安，我得以身作则，所以说我得管他。我没让他进，就没让他给你送吗？不是，你不好使，谁也不好使，就
我不好使，你不好使，他爹来都不好使，谁帮你？不是，小梁，那外卖不是你非要去我家吃饭，我给你点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怎么错了？不是这于小脸啊，田经理，这干啥呢？这堵这么多人？啊，是这么个事儿啊。不是你刚才告诉我的吗？一切车辆禁止进入嘛。然后就是我这理解一下，就是你刚才说，反正就带轱辘都不让进，反正。等。什么玩意儿？带轱辘都不让进吗？就是带轱辘的都不。我跟你这不写的很清楚，一切车辆禁止入。哎，不是我写的是一切机动车辆禁止入内啊，机动俩字呢？啊？哎呦我天哪！于小脸啊！怎么了哥？啊？就是你贴个标语都贴不明白了，是不是？不是、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个街坊邻居，对不起啊，外卖小哥，没看着有个激动，我这可能太激动了，我呀，把激动整没了，你这，那啥，请你就误会，哎，兄弟啊，你这是自行车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不算机动车辆，来骑上去，往里走，快送餐去，快点，别耽误事儿。不用进了，咋的了？取餐的来了啊！那个餐在这儿。有点啊，一句话挺不到位，就理解不上去啊！我这理解，我真是高估你的理解能力了。那个行了，也怪我。那个外卖小哥啊，实在对不起啊，我真是就是一句话没嘱咐到位，耽误你这么长时间。但是你也别怪他啊，那职责所在啊，你们这都是为百姓更好的服务。对，明白，互相理解嘛，是不是？外卖小哥啊，你等会儿，那个实在是抱歉啊，我就跟你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，其实吧，我就想提前吃一口。对不起，那下回别开了啊，不开，拿着吧。那行了，那个我那边还有没送完的呢，我接着去送外卖去了。行。哎呦我天啊，辛苦了啊。没事儿，应该的。注意安全。还整乌龙了。哎呦我天啊，注意安全啊。没事儿，我快。哎呦，为你点赞。哎呀，得给五星好评啊。哎，于小脸，哎，这么长时间我估计我那肘子都拧上了。没事，去我家微波炉给你热一下。能热透不？肯定的。我还吃热乎的。走，笨笨，咱一起去吃吧。对，行，走，我去吃一口。你不没啥事儿了吗？好，一会儿完事你给我整一个，我再贴上。行，你赶紧吃吧，行，快去，别凉了，多吃点啊。这家伙多好啊，你这多和谐。不是，回来的，咪咪，你不是要跟我吃烛光晚餐吗？